将功能选择制转到 S， 使用选择旋钮选择清洁程序，按 Tick 好确定，清空接水盘和咖啡渣容器，重新插回，将清洁片放入咖啡粉盒中，并关回抽屉，然后将容量 0.5 升的容器放在饮料出口下方，按开始启动，程序将运行约5分钟。5分钟后，请取出并清空容器，再按 Tick 好，清洁程序完成。按 Tick 好，电器可再次使用。将功能选择制转到 S， 使用选择旋钮选择除旧程序，按 Tick 好，启动除旧程序，清空接水盘和咖啡渣容器，重新插回。如有安装滤水器，请取下，按 Tick 好继续程序。加入微温水至水箱 0.5 升位置，将一片除垢片放入水箱中溶解，从牛奶盒中取出并擦拭奶管，将奶管末端插入咖啡渣容器的孔中，然后将容量 0.5 升的容器放在饮料出口下方，按开始启动。这个程序大约运行19分钟，19分钟后请取出并清空容器，按 Tick 好，根据显示屏提示清洗水箱，冲洗后加入洁净水至最高的标记，然后再将容器放在饮料出口的下方，按开始符号，程序会运行约2分钟清洗电器。2分钟后取出容器，除垢程序完成，按 Tick 好，电器可再次使用。